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吻干我那脸上的泪花，温暖我那幼小的心。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吻干我那脸上的泪花，温暖我那幼小的心。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Thank you.
不在他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别让他受伤。大家晚上好。各位妈妈，各位未来的妈妈，各位婆婆，各位丈母娘们，先生们，晚上好。十月太恩，永难忘，世界和平最兴旺。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母亲节，但是与此同时也是呼唤和平的日子。慈爱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Welcome to 2018 Mother's Day Appreciation Art Gala Hosted by Global Trans Women's Culture Association。 台前精彩演绎，幕后关怀鼓励，阅尽人间悲喜，温暖陪你继续。大家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安琪。我是葛晨，这位是董涛，这位是娇柔。今晚呢，我特别紧张啊，因为你知道我在家其实最怕我妈妈啊，管得很严。而今晚呢，来了特别多优秀的母亲。哎呦，真的，我觉得杨海燕的能量真是很大的，真是正能量。他能把这么多优秀母亲请到现场不容易啊！比方说我们今天现场，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因为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性，有把女儿送到国会，把老公送到众议会的母亲王小美，另外呢还有培养出纽约市英雄警察的刘文健的母亲坐在那边。我经常讲一句话呀，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或者好几个女人需要他培养，而一个优秀的女人背后呢总有一个或者好多个孩子需要他抚养。比方说我们的徐珠刘弟大姐，非常优秀的母亲，她的孩子呢有被迫放弃自己的理想接她班的地产业的大亨，也有呢专门在罗马尼亚开电影公司管理港口的这个几个小孩，都非常非常优秀。所以他今晚在现场的，哎，另外还有就是我一来法拉盛之后去报道的一个母亲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吴阿姨。我一来法拉盛去他那个中心报道，吴阿姨呢让我们杨海燕呢成立了这个会哈，她告诉他，因为什么呢？因为叫吴阿姨中心，好像我们的女性都不去啊，去的很少，除了有需要，我需要移民，我需要办身份，我不知道怎么住房，怎么签合同。后来说你叫美女会，哎，人就多了。后来叫正能量美女会，人就更多了，是不是？来，美女会的成员给我鼓鼓掌，好不好？那我们一起说，大家母亲节快乐，好不好？来，各位，母亲节快乐！那现在我们来宣布，美东华裔正能量美女总会母亲节庆典正式开始，请全体起立，奏中美两国国歌。
上台，给现场的来宾朋友们支持，大家以同一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杨会长啊。我们相识二十多年，那么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母亲，养育了四个子女，三个漂亮的女儿，以及一个非常帅气的儿子。现在她都小孩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哈、啊。那妈妈呢，现在也是非常轻松，所以呢，她就有这个心思意念来为社区服务，为我们华人社区奉献更大的爱心。那么现在呢，有请我们这个杨海燕，我的老乡，给大家说几句话，大家掌声热烈一点好不好？谢谢。大家晚上好，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姐妹们，今天我们很高兴代表我的美东华裔正能量美女会，让我在这里讲几句。我非常高兴，今天是个母亲节，大家都自己家里都有 party， 能来这里为大家聚在一起，我是衷心的感谢你们。做义工的全部是为社区服务的，做爱心的。我们这些的妇女现在流行叫美女，那么这次的活动，我们有好几个比较出色的就是说他们付出自己的时间，因为他们哦每天都有老板，也有他们都是上班的，抽出时间在这里做义务活动。特别是我们美女会的那个阿达，他隔一个礼拜过去阿姨那个老人中心帮阿姨剪头发。还有这次活动的安吉拉也挺辛苦的，丁丁文娟还有如果没报到的希望说你，因为我的水平不好，谢谢啊，谢谢你们。最后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徐大姐孟总的妈妈，还有我们的前孟议员，还有各位来宾我名字就不报了。我非常感谢你们来参加我们这个正能量美女的 party 今天又是母亲节，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我只是向你们大家磕头，谢谢谢谢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oday， 能在这里吃得好玩得开心。等会我们这里有四位非常棒的主持人， Thank you everybody。 好，那么刚才杨会长的发言，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海外的朋友也很好奇他的内容，那么请允许我很荣幸的为杨会长翻译一下他的发言词。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sisters and mothers, thank you for coming. Please allow m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and greetings on behalf of the Global Trans Women's Culture Association. The Global Trans Women's Culture Association has organized many community charity events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beautiful women.Since the establishment a few years ago, our association served community, helped women 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ir lives, donate clothes, and take care of senior, unite women in new environment, and protect vulnerable groups from bullying and so on. Today, we are here again.To celebrate this festival that belongs to our beautiful women and mothers. I also want to thank all the gentlemen for supporting our beautiful mothers. They are also your achievements and honor for Global Trans Women's Cultural Association. Thank you all, and hope you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beauty events. Thank you.
邦联合总会审议会长和王教授一起来，来来来。这幅字是我们全美徽商联合会全体会员请我们著名的美东知名人士，现在又是回国教学的，在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院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任校长，创校校长，永远的名誉校长王大宙，委托王大宙特意写了一幅为我们母亲，为我们正能量美女会海燕姐写了一幅字。来，海燕姐站起来。上面写的一个字啊，爱。这就是我们所有今天到场的人的一个心愿，对母亲的心愿，也是对我们美女会的妈妈们的心愿。只有妈妈好，王大宙输。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王大宙老师为我们的社区再一次奉爱心，奉给我们美女会长杨海燕。谢谢谢谢。他就是世界红十字会的董事，就是纽约的红十字会的董事。另外呢，他每一年搞一些，比方说搜集那些儿童不用的玩具，全部清洗整理干净，然后呢把它送到中国，送到世界各地那些需要玩具的儿童的手里。请注意，那会儿他既没有选的议员，也没有这个行动，也就是说呢，他一直在关心着儿童的发展，这是一个母亲的母爱的心，从那么年轻的时候开始了。所以接下来掌声欢迎国会议员孟昭文上台致辞。尊敬的杨海燕会长，各位侨领，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在母亲节能够跟大家聚在一起，那因为我的孩子也在家，所以我可能等一下会提早走一下啊，今天也非常高兴啊，因为杨海燕主席他从我开始在社区服务还有参政的时候，他一直在鼓励我啊。他旁边呢，在我们的前面也有一个吴阿姨，他和吴阿姨一直都在啊帮助我们啊，鼓励我们。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啊，在我们一起过母亲节的时候，我今天也带来一个表扬状啊，给杨海燕还有吴阿姨，谢谢大家，母亲节快乐。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纽约州众议会的众议员魏普林社区关系主任周艳霞上台来代表魏普林众议员的致辞，并且呢颁奖。各位掌声欢迎，谢谢。尊敬的杨会长，尊敬的我们的孟国会议员，还有我们最亲爱的所有在场的母亲们，还有我们的社区的嘉宾，我们的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周艳霞，我特别高兴能够代表州众议员魏普林呢，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日子，在这里和各位母亲们一同庆祝这个节日。我心里常常想，我们这个异乡游子呢，在晚上的时候，我谁觉得魂牵梦也系的可能都是我们母亲的笑容。在这里呢特别代表我们州众议员魏普林呢，颁发我们12位这个杰出的女性，这都是我们美东这个美女会他们特别优秀筛选出来的。在这里呢除了颁发这个奖状之外呢，也敬祝我们在座的所有母亲，希望你们幸福平安健康长寿，每天都快快乐乐美美的，谢谢大家。
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杨会长到台上来跟我一起颁发这个纽约州众议会的一个 citation。希望请我们刘文健的妈妈，刘文健的妈妈上台来。我们要特别恭喜我们刘妈妈，她呢在去年也喜贺了一个孙女，这是一个香火的一个延续。我们在这母亲节里特别恭贺她，希望我们您儿子呢在天上永远保护你的一家人。刘妈妈你好。下一个有请陈瑞清、倪小丹、熊佳慧、张纯杰、丁郎平、于丽萍、黄孝珍、黄小珍、林立夏、蔡明玉、汤琪、李露敏、Lisa。法拉盛工商促进会的前理事长，我们的徐珠刘弟大姐，各位掌声欢迎徐大姐上台来给我们讲两句好不好？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的很多民选官员，还有我们的社区的领导，还有我们的正能量的美女，大家晚上好。真的很开心啊，甚至呢这个美女两个字啊，大家真的是值得去接受的。因为我今天一进门的看到每一位，不要说是爷爷奶奶、外外婆或者是妈妈，每个人真的是美如花啊，真的每个人都脸上挂着美丽的笑容，好高兴。希望大家永远都是正能量的美女，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要来，颁给我们的正能量美女总会的杨海燕会长。不过这个分量很重啊，它是来自 National Police Federal Foundation， 就是来自国家警察和联邦的这个基金组织。颁给严海燕的这个奖呢，是优秀领导和杰出的社区贡献奖。我们来掌声欢迎 Michael A 还有杨海燕会长到舞台上来。Leg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Robert John Jin, Joe Kavisky, ESQ Michael A, Daniel of Council.I'm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Police Foundation and the candidates along with the Miss Linda A. Young.特别骄傲颁给琳达女士、杨海燕女士杰出领袖安的杰出服务奖。在这里我想接着说插曲哈，其实徐大姐以前也成立了一个美女会，对不对？我记着美女会成立的第一年是2008年，正好赶上汶川地震，当时在国会议员孟兆文办公室搞的捐款，
那一天还把孟兆龙办公室的地毯有一点蜡烛给人家烧掉了。所以这些细节还有历历在目。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妇女会搞的一次捐款活动，还爆出了甘潘爷和徐大姐等等在纽约社区排前三名的捐款数量十几万，就是单人啊，各位单人。所以来为我们为社区做出那么多爱心奉献的母亲们鼓鼓掌好不好，各位，谢谢。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主讲国学的何大师来到我们现场。在座的女士们、男士们，大家晚安，晚安好。很荣幸啊，被邀请在此地跟大家与会。今天啊，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母亲节。This dinner is the most meaningful thing because he emphasized quite a piety. This quite a piety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接下来呢，今天晚上是我们这个美东华裔正能量美女总会在这边举行的这个联欢晚会啊，这么庆祝蓝妈妈节。那么同时呢，今天晚上呢，他们这帮美女妈妈们也少不了要给大家呈现一档文艺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美女会的全体理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非常好听，就叫做《妈妈的吻》。这首歌曾经在80年代中国一位大陆的女歌手因为演唱了这首歌一举成名，响遍大江南北。所以呢，这首歌当时在我们中国大陆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美女会的妈妈们也要给大家重新献上这首《妈妈的吻》，请大家来点掌声好吗？谢谢。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你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吻到我年少的美好，吻到我那幼小的心。Feel like a room without
You tested me.
Chromatic, diatonic, tremolo, bass, weird,
as well as the smallest harmonica in the world. 那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眼福和耳福了，何嘉毅先生特地为我们准备了半音阶口琴、全音阶口琴、低音口琴、轮式口琴，以及四支同时的复音口琴，以及世界最小型口琴的演奏。把每个音吹出来，相当于呢用一个手指来弹钢琴。现在大家演奏《野蜂飞舞》。好，谢谢。
好热烈，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这三位美女妈妈都是来自美女会的美女妈妈，谈一下你们的感想，在舞台上这个感觉。哦、OK， 好的好的，我想问你一下，你此时此刻在台上舞台下的感受是什么？你那么热情，那么洋溢，用你这个美妙的曼妙的舞姿，还有你那动听的歌声，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朋友的心。此时此刻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开心，用母亲节，用母亲的爱来回馈大家，是不是？是的，天下的妈妈幸福开心，身体健康啊，祝福满满哈！你们收到了吗？如果收到的妈妈们，来点掌声好吗？谢谢。这个不容易啊，这是第一次我们一起。第一次表现都那么好了，我们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人生都是生命，年华开始，我把自己唱着，你听到了没？流水，我把欢乐散布，你收到了吗？
哪里啊？啊，后面有没有照相的？火车头在哪里？如果你有情，就像一把火，烧掉整个沙漠。他到前面来给我们演唱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伴随着切蛋糕，各位的来跟分享一下来自美东华裔正能量美女总会的生日快乐。来 ，Lisa 在哪里？怎么来了今天？来，站在音箱旁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如果音箱倒掉就出事故了哈。所以，尽量不要站在音箱旁边，谢谢。Got a mom like mine. Her love's till the end. She's my best friend. Ain't nobody got a mom like mine. She's my world. She's my heart. And there's no denying I'm her girl. No matter what, even when I'm lying, she loving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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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She loves me like nobody else.
妈妈教我唱歌，唱一首短歌，啦啦啦啦啦啦啦，没有美丽的旋律，却有妈妈的爱心和关怀，我把它藏在心窝，直到永远有。Thank you.
知晓，有了你我才有家。日夜虽奔不及是天涯，思念何必泪眼，爱长长长过天年，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天知要记得你用心传话，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让他的笑像极了妈妈。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天知要记得你用心传话，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让他的笑像极了想起了